今天天气不错呀。噔噔噔嘿嘿嘿嘿嘿，干啥呢？这仨呀，在这儿啊？啊，并排躺仨，啊？这俩还撑个懒腰，嗯？不过有点风。哦，哎呀，这家。围裙又扎上了，做点啥？做两个饺子呀、啊。素馅饺子，韭菜鸡蛋。对了。快炸鸡蛋了，行了吧？行、啊。我不想留。哎呀！哎呀！想问的问题很多，想着说只问一回，只多你说无数，只的巴黎带没有牵手的。饺子好了，水呀、啊、也开了。得煮两锅，一锅煮不下啊，锅小。青春如梦的八零年代，不再回来的八零年代。饺子，这饺子嘎嘎香，嘎嘎大啊！你说啥？这不是给你的。燕姐的饺子呀、啊，是越包越大。让我们看看怎么样。嗯，韭菜鸡蛋馅啊，这是好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冰凌城下，找饭，包饺子，韭菜鸡蛋馅的，造的好饱。那么给狗狗们呢，今天早上喂的是狗粮。平均呢，我们就是两天的狗粮，两天的狗粮加肉。因为饭店呢，不可能有那么大的，就是客人吃剩下的串啊，基本上都是斩两天，给他们拿上来吃两天。所以说呀、啊，小狗狗们呢，一看这个狗粮啊，精神头就不是很好，愿意吃肉。反正，空两天吃两天，我觉得也挺好，不能养成让他们一个净吃肉的这个习惯。还好啊，车里前两天啊还剩了个猪蹄儿，刚刚呢兵哥哥水啊泡了一下，一会儿给他们一人来一块啊，一个狗来一块，不是等的都着急了是不是？咦，小黄先来，来老虎先来，走走吧，去走吧，哎好，来来来过来，哎去去来，好走吧，下一个来。哎走吧，来奶糖，哎都吃了，来奶糖去，哎好去吧，走吧，一人分一块啊，行了。小年宝啊，上车就睡。嘿嘿
给自己玩累了。山庄回到饭店，那么兵哥一个人呢，在房车上是待了整整一个下午。那么现在的时间呢，来到了晚上的8点钟。我也没愿意上饭店去帮忙，因为呀，心情多少有一些压抑。我也想啊，在这里啊，跟家人们再唠一唠。中午我们到饭店以后啊，燕姐忙了一阵儿，然后呢，我们夫妻二人呢，又去超市啊转了转。回来以后啊，我们就在门口这辆小房车上休息，也会翻一翻啊，就是我们的粉丝啊给我们的留言。其中有一条留言呢，看的是心里啊非常的不舒服。本来想不去纠结，不去想，不去纠结。哎呀，但是啊，太让我们感觉到压抑了。其实啊，从去年的12月份哈、啊，家人们也是真真正正啊，通过万毅啊，通过七哥他们的视频哈、啊，还有波姐的视频，了解到兵哥。兵哥呢，也是从去年的差不多11月份吧，才正式的开始走入这个自媒体，用自媒体啊来记录生活。那么一直以来啊，从我们去新疆、西藏等等这一路啊，家人们对我们都是非常的支持。从我们去年的10月中旬到山庄，接触到2条流浪狗，然后呢，流浪狗又开始下小狗崽，到现在是7条流浪狗。为什么要说这些呢？小黑、小黄2只小狗。确实他们都是一直在山上流浪，无人领养。那么小黑呢，是一个小母狗，而且是当时也有孕在身吧。当时我们还是不知道，后期呢下了5个小狗崽。我们是在这种情况下养了这几个小狗，包括小黑和小黄。这些视频呢从开始到现在，这里没有任何掺假，每个兵哥每一天的视频呢都是非常真实的。另外一个是啊，兵哥这位人哈、啊，从做自媒体以来哈、啊，我觉得哈、啊，做自媒体挺有意思的，能通过兵哥的镜头哈、啊，让这么多的家人关注我们，这也是我们很高兴的，这也就是我一直坚持在做自媒体的原因之一。其实熟悉我的人都知道哈、啊，我是房车企业的生产销售的相关负责人，兵哥也就是一个卖房车做房车推广的。当我真真正正走进自媒体这个圈里以后啊，兵哥真的是很少在我的视频里说车呀，这好那好，说车哪儿不好，说来给家人们推广我是个卖车的。我只是偶尔有一个视频说厂家确实要找我体验测试，这都是真实的，因为我是真真正正住了1000多天房车的人，而且说我参与过房车设计和生产。所以说呢，我就是想把我的这些房车经验呢，跟家人们分享。这就是我的唯一一个说的，我把我这个房车相关的视频放到我的自媒体上的一个原因。那么这条视频呢，真的是让我很气愤，说，就是从4天前吧，把小旺旺送人以后，其实我也说了我的苦衷哈，山庄不是我们的，这大家都知道。兵哥是来运营房车营地，而且说我也在挂，已经把这个房车营地开始陆续运营了。那么未来的生意是好还是坏，谁都不知道。那么在山庄那么大个地方，而且说也有一个合适的小场地可以养狗。那么现在如果说明年后年我要经营不好，或者山庄有点什么其他的事情，或者又我有什么其他的事情，我们要离开山庄，那山庄的狗怎么办？有的家人说，放我们家饭店养，饭店都是在小区和商圈，哪个饭店门口养狗？没有任何一家饭店养狗的，而且说我们自己的房子都是楼房，养1条行，2条我认为也可以，
三条也行，那是六七条狗啊，你怎么办？而且说我是坐房车，而且说我还户外房车旅行，也会经常往出走，那么这些狗我怎么带？所以说我跟燕儿商量，把他们送出去领养，找到好人家是他们最好的选择和归宿。那么我觉得这没错啊，本来好好的，你说他说的话说的，兵哥眼瞎了吗？你看不见小旺在流眼泪吗？然后又说领养的，又说人领养的啊，谁让你领养了？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是不是？这是中国人的百年老理，怎么能这么说出这么过分的话呀？兵哥是管你，让你非让你看我视频了，我还是管你要一毛钱了？我从来这么长时间哈，我没怼过任何一个粉丝。今天这条评论呢，是让我想的实在是太憋屈了，我都不知道想怎么说了，我想直接就回怼一下，或者把他拉黑。后来我又沉淀了一下，我就觉得我还是把这个视频说出来，把我心里的想法说出来，让家人们来看一看，让家人们给兵哥说句话。你认为兵哥这样做是对的还是错的？你说都说网暴网暴，我觉得这个玩意儿离兵哥很远啊。兵哥从这么长时间跟家人们接触，我一直都坚持每天发视频，我有一天如果说不做视频或者不发视频，我都觉得心里少点什么。我想是不是我还没做视频，我的家人们也会惦记我们，说这兵哥和燕姐在干什么。这就是你们的关注给了我每天更新视频的动力。我不想说的我成什么样，我在视频里我也不卖车，我在视频里我跟咱们家人们说我就是成天介绍车说卖车嘛，我连我在南京的我自己开的车粉丝要买，想来想去我都没卖给粉丝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太了解房车了，没玩过房车的人很可能哈，毕竟是二手房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，会产生不好的这个反响。所以说我的车哈，我都是送到二手车交易市场，包括我那台车七哥那儿我都没放，我都放到其他的地方去把它消化掉，我都不在我的视频里说我的车要处理，说了一回两回我直接就是开走了。其实当时在南京的时候有粉丝去了，都已经出价也要开走了，但是兵哥没有卖，就是想来想去不想因为一个商品来让我们之间呢出现不好的隔膜，这就是我的最真实的想法。那么好了家人们，这期视频呢兵哥就录到这里，给家人们添堵了，确实是兵哥迈不开这个坎儿，所以说唠叨了一会儿，希望家人们能理解，感谢您的关注，更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